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看起来挺好吃的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从50平开到150平。我之前是做互联网的，一个月就6000多，现在做这个一个月最少有3万多，上手特别简单，基本上一天也就能学会。有好多客人是从摆地摊的时候一吃到现在。